哎、欸，好，大家好，这一集的影片呢，我是要看一下这个时装的角色人物的胸部会不会抖。我这个人就这么直接，胸部会不会抖？诸葛爱的会抖，你看会抖，会抖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凤凰月会不会抖？凤凰月也会抖，你看凤凰月也会抖。啊，有啊，有抖啊。好，然后玄机的，玄机的也会抖。啊，会抖会抖。可是英熙的呢？啊，英熙就不会抖了，看不出来。罗喉造物的啊，罗喉造物就是不会抖。哇，我只能说天地姐子龙真的是做得很细节。然后你看冰里的会不会抖？是价钱的问题吗？冰里不会抖。啊，冰里的这个时装也没有抖啊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抖。这罗喉造物的就是不会抖，你看，太细节了吧，子龙，子龙。我发现这个秘密了，子龙，你太细节了。老猫的脸，谁叫谁大的名儿？一六八才会哦。可是刚刚那个，好，我们看一下风寒月这个98块的这个，啊，也会抖啊，风寒月会抖啊。我觉得是罗活造物的不会抖啊，那风寒月会抖啊。好，我们看葛云一的，啊，风铃声98会不会抖？哎，风铃声不会。啊，我们的那个风铃声风妈妈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不抖也是很正常的，好不好？李银凤呢？李银凤看不出来就算了啊，不看。白婉会不会？白婉不会，失败，太失败了。韩武沙总会吧？有吗？看不出来，没有。韩武沙没有。葛云一不用看吧？葛云一是要看什么啦？看那个鱼哦、喔。还有谁？啊，韩千秀，韩千秀应该不会吧？看啊，挡到了呀！好，韩千秀走开。对啊，自己智慧。还有谁？我们看天之痕，小雪会不会抖？小雪会抖，小雪会抖。小雪会抖，这个呢？欸，这个是不是后来才加的啊？小雪会抖，天哪！我现在发现，你看这个会抖啊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还有谁？我看一下还有谁？韩雾沙就那个嘛？慕容真会吗？慕容真应该不会吧？啊，慕容真没有时装。依依。哦，依依不会，吓死我！我还有依依会，我就傻眼了。啊，依依不会，吓死我了！不可以玷污我的依依，不可以。李优会吗？李优啊，李优也是，李优是不是也是造物的？你看罗活造物啊，欸，是吗？我忘记李优的生平了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李优不会，欸，啊，不会抖的，不会抖的好可惜哦。李优不会。哎哎哎，这个有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、没有。丁儿总不会抖吧？我可是有名字，我可是有名字的。啊，你看，哎，为什么丁儿不会？啊，小雪会。你看，丁儿不会，可是小雪会啊。都不是大鱼，不是都大鱼了吗？小雪不会，不是灵儿会，灵儿不会，小雪会。那月如嘞？吃到了，玩的。月如不会，他不会，对啊，先进人都不会，那为什么天之痕的小雪会？到底给我说清楚哦。好，紫风这一套会不会抖呢？看一下，会，紫风。紫风会紫风会抖，欸，会吗？有吗？有抖吗？有，还有抖。堂堂一个仙女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成何体统？
成何体统？堂堂一个仙女，穿成这样的 cosplay， 成何体统？台服有。耶耶，好啦，表演完了。那我发现了惊人的秘密，原来罗喉造物都不会抖。老猫的脸，谁叫谁大？真的哎，真的是这样哎，罗喉造物不会抖哎。你看离忧的都没抖啊，离忧的那么贵的那一套也没有抖，所以看起来罗喉造物没有抖哦。啊，虞姬的。虞姬不太重要，可是小雪会抖，可是灵儿跟月如不抖，欸，为什么？然后另外一个是谁？虞姬是不是？虞姬不该抖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OK， 好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们就让美好的小雪这边做个 ending。为什么小雪会抖？我不懂，超明显的。你看，超级明显。好啦，我们就在小雪啊，不要，我们在诸葛爱的怀抱之下结束这回合。天哪，这个影片一定会中。嗯，希望不要黄标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，我只是转这个东西而已。原本的时装不会抖，你看换这个就会了。哇哇，这个是最夸张的 ,168, 你看这么夸张。女娲造物跟罗喉造物果然就是不一样啊。很懂吗子龙？子龙太懂了吧。你各位还不敢给我氪金氪起来。这么棒的模组你还不抽一波。各位抽起来了吧。看女娲造物跟罗喉造物就是不一样啊。快点买啊各位，你看。多么夸张啊！太夸张了啦！你看这个侧面，你看这侧面有没有？这个侧面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到这边了。喜欢这个影片啊，帮我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哈。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。